接下来浩森要讲话，我们要把 tempo 放慢。浩森要跟我们说，小琪是怎么看爱这件事情？中国人怕鬼，西洋人也怕鬼，是浩森怕流汗。好，你在里面角色比较特别，换来换去啊，就是感觉上来说都是一些当下最流行的样子。最漂亮的女生啊，就最帅的小鲜肉啊，这个都阿北了这样。因为我是21岁，然后我现在突然要去演一个就是比较成熟的女生，真的真的。你刚才跑步的时候，你有去学谁吗？有叫什么家里姐姐跑给你看啊，还是同学跑给你看？就有叫同学跑给我看，然后跟我经纪人讨论啊。然后你竟然敢叫你同学模仿赖琳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怎么可能？我跑步都手刀哎、欸！没有，因为最一开始我会以一个模仿的样子下去，要模仿这个角色。对，但是我会就是其实，在一开始模仿的时候，我发现说。就当我以一个男生去模仿女生的样子的时候，他不是真的像女生，所以就莲姐当时也有跟我讲，就是说要打从心底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女的，然后你就会做出一个比较女生没有做过的事情。对对对，就是真的要以女生的角度去思考。就你这辈子在这部戏里面做了一件事，就是你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是个女人，然后你就用这样的心情去演了这个戏的。对，所以你就让自己一直练身材，说我是男的，我是男的，就是越来越壮那种感觉，是这样子的意思，也是一个弥补。